萱萱，你在家里照看好小白兔，哼。一会儿等叔叔看完病回来，我们就带它去看医生，好不好？叔叔回来再给你买一只。等小白兔有了新的小伙伴，伤很快就会好的。 萱萱，妈妈带叔叔去医院差石膏，你一个人在家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你在家要把小兔子照顾好，等下叔叔给你带肯德基回来。嗯？要是萱萱的父亲有你一半好，我们也不至于离婚。当着孩子的面，就别说这些了。走吧。 不行，你在家里待着，医院有什么好去的？不，我就是要去。
小妹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？很危险的。 是你，安总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，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真的是有难处。你真的让我感到有点烦了。第一，你这人没有诚信。哎，是是是。合同上说好先给你10%的预付款，现在又有2%。第二，你在我陪家人看病的时候来找我，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？ 好了，家属麻烦到外面等一下，请问需要多长时间？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安总，安总，一点心意啊。 安总，你别生气嘛，你听我解释一下嘛，别生气，安总，你听我解释，安总，安总，安总，请你马上离开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是是是，我知道这种东西不够，你喜欢什么你跟我说，我去给你找。哎，你谁呀？你干嘛呢你？走开！你给我撒开你！你，姑娘，你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马上报警。 你干什么？你没事没事，你赶紧走吧。是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 关天，关天。
站住，这里是护士房，病人的家属不要随便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有件事我想请问一下。什么事？一小时前我陪家属去骨科部拆除石膏，你们护士跟我说需要一个小时就好，可我刚去骨科部却一个人也没有了，联系家属也联系不上，所以我想请问一下，拆除完石膏是不是要去什么地方做检查？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医院因为是老房改建，所以已经很旧了，这两天全院上上下下正在搬迁，骨科是我们医院的重要科室，所以他们昨天就已经搬离了，怎么可能还有人帮你看病呢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亲自把病人送进手术室的，还有护士在呢。你先别急，我帮你问一下。喂，张曼，我苏丽珍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昨天骨科是不是就已经全部都搬走了？你确定吗？好，好的。他们昨天就已经全部搬离了，今天也没有安排人，所以骨科肯定没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说没有人，那我一个小时前在骨科部看见的护士是谁呢？不可能是鬼吧？小姐，你先到走廊上坐一会儿，我再帮你问一下好吗？这里是重症病人区，请你不要胡闹。我要找我的家属，他在你们医院莫名其妙失踪了，我很着急，不明白吗？你不能进去，关天，走，你不能进来，走啊！
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快走吧，快点快点把他拉出去，快点，出去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，别胡闹，你进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！激动了，叫你快出去！放开我！走啊你！放开！别这样！快走！朱副市长，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个女人吗？是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苏副市长，你也一起来一趟吧。我就不用去了吧，我这里还有好多事情呢。苏副市长。你还是来吧，反正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。小姐，你说今天带家属来骨科看过病，那你一定在这儿挂过号喽？那当然。那你家属叫什么名字？关天。帮我查一下。今天有没有一个叫关天的在骨科挂过号？挂号？挂什么号？今天医院规定4点之前全院搬离，你不知道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是你们医院骨科的护士帮我挂的号啊！我们医院骨科护士帮你挂的号？今天我来的时候人不太舒服，正巧碰到医院骨科的护士，他见我不舒服就帮我挂了号啊。那这个护士她长什么样子？瘦瘦高高的，长得挺漂亮的，说话细声细气的。医院骨科有这个护士吗？小姐，我们医院骨科所有医护人员的照片都在这里了，你好好看看，有没有你所说的那位护士？没有。你再仔细看看。看清楚了，肯定没有。小姐，那你好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还问你怎么回事呢？一个大活人在你们医院看病，莫名其妙失踪了，连电话都联系不上，你们是不是该给我个答案啊？小姐，你说你带家属来看病，却又说人失踪了，而且又说我们医院骨科护士给你挂的号，可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，而且我们医院也没有挂号记录，您让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？有鬼！这医院一定有鬼！你怎么了，小姐？你不要疑神疑鬼好不好？你们到哪里去了？怎么突然间都不见了？我们没去哪儿啊。
我们刚才喊你了，是你没听见吧？小姐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最近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这现代人吧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个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疾病。你们觉得我精神病？你们觉得我带家属来看病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不不不不不，小姐，不要激动啊，不要激动啊！我要看医院的监控录像，里面一定有我和我家属的录影。我们医院正在搬迁，再过一会儿呢，这儿就没人了，所以现在我们都很忙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这个事情，好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我要看医院的监控录像。小姐，有没有啊？小姐，您在这翻了一下午了，该犯的都犯了，请不要浪费我们时间好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对医院病人的安危不管不顾，你算什么保安？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性质有什么质疑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报警，如果你不报警，请你不要在这瞎胡闹。苏护士长，帮我看紧的，我去找院长过来，看他怎么处理。你觉得他精神有问题？绝对。护士长怎么说？和我一样。有什么证据？这倒没有。院长，就是他。哎，我们医院规定，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要客气，要耐心啊。是，院长。小姐你好。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，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回去，我派人去找你的家属，一有情况马上通知你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能现在去找，还要我回家等？因为我们医院正在搬迁，大部分人已经转走了，这里基本上没有多余的人手。等一下我也要走，希望你能谅解。好，那我现在报警。院长，能不能麻烦你派人再帮我找一找？也许我男朋友正处于危险之中啊！你已经把我们医院翻了个底朝天，你还想我们给你找什么呀？看来你真的是精神病患者。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没有这种药。我没有精神病。哎呀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如果你激动，会对精神状况更加不利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没有吃过这种药，我也没有他妈的精神病。你们听清楚了没有？院长，病人情绪不太稳定，我去把邢医生给叫来吧。谢医生，嘘，在我给病人诊断之前，请不要跟我讲话。哦。你们想给我看病，这真是太可笑了。我没病，你们才有病。小姐。我们都是为了你。
既然没有病，那看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院长，十分钟之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请吧。最近，你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幻觉？请你一定要如实地回答我，你最近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幻觉？没有。那好，我们来做一次测试。他说他今天还带了一个孩子来，那个孩子可以证明他今天是带家属来看的病，刚才一时紧张就把孩子这事给忘了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可他又说孩子不见了。怎么又冒出个孩子？你们见过没有？没有啊。他精神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典型的抑郁幻想症，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。雪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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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萱萱，走，安总，安总，快过去，安总，哎，安总，小心啊！别敲了，院长他们都走了。你是谁啊？什么我是谁啊？我是来给院长送礼的，怎么了？走，走，关天，关天，关天。Thank you.
妈妈，你醒了。萱萱。妈妈，是爷爷救了我们。老伯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医院的人都走光了，我看完病也准备回去。后来在车库看见你躺在地上，我就把你抱到这儿来了。那他们肯定还在这儿，肯定是看见你来暂时躲起来了。姑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老伯，麻烦你帮我报警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这就打。痛了！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在追杀我们。安可，是我，我是关天，我被人绑架了，快来救我！是你？没想到吧？有时候坏人装起好人来，比好人还像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3000万。我怎么会有3000万？你当然没有，但你们公司有。你们公司一上市，股票就飞涨，现在是创业板的明星企业。你又是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打个几千万出来，应该不是问题吧？赶紧汇，不然的话，我马上撕票。好了。如果你不想我把你给解剖了的话，就赶紧给我进去。你这话只配吓唬小孩子。
原来你也是。看来你不是很爱你男朋友啊。拿不到钱，他就是安全的。你想跟我们玩？他妈的，你们还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帮他的孩子！别让他跑了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进去，不然就麻烦了。你刚才说什么麻烦了？这个仓库是医院专门存放精密仪器和贵重物品的，是为了防贼而专门修的。这要是遇到危险情况，人可以躲在里面，通过监视器看到外面的情况。这里面的人要是不出来，外面的人根本就进不去。没想到这破医院还有那么多鬼名堂。对了，这里面有没有电话？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喂，喂，好了，赶紧想办法，怎么把他们弄出来？看我的！你出不出来？不出来，我今天把你砸出来！别怕别怕，妈妈在，别怕，没事的。这门什么材料做的？那么老。我不行了，你来。站后边。怪不得砸不开呢，这里面全是钢板。
早知道直接绑这娘们得了，还绑他什么男朋友？你懂个屁！绑了他，不就惊动公安了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这娘们压根就不在乎那个小白脸。小子，省点劲儿吧，待会儿有你受的。妈妈，他们是不是要打关叔叔？你出不出来？还不出来？再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！千万不要把钱给他们，我能挺得住。光天，你能挺是吧？把架子上的钳子给我拿来。把他的嘴给我掰开！我没事，我
让你说，我让你说，我让你说。啊！来呀！你这个王八蛋，还有什么招都使出来！老子在这儿等着你。来呀！来呀！现在怎么办？弄不死你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去把电脑给他拿来。嗯。行了。你看一下，钱到账了没有？到了，好，我马上去讨。撤。我们快走，我总觉得这件事还没完，他们很有可能会回来。回来？你是说灭口？快，趁现在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我们赶快出去，到外面就安全了。上面绕过去，快！关天，你行不行啊？没问题，一定要出去，出去就安全了。小轩，
害怕吗？不害怕。马上就回家了，小兔子还等着我们呢。为什么要把你拉上来啊？我把你引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让你死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腿从来就没有断过，牙也好好的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精心设计的。都是你设计的，我不明白。那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们公司今年会上市，到时肯定会有大把的钱进来，你又是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所以我们就瞄上了你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关天，我和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们回去。你先让我爱上你，再让你的同伙绑架你，再要挟我给你钱。没错。那为什么不在外面，非要搞到医院来？为了灭口。那该找个人更少的地方啊。不，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别人都知道。为什么？我假装骨折，然后在医院失踪。我们知道医院的骨科早就没人了，于是造成你和医院的矛盾，接着就是让医院所有的人都怀疑你有严重的抑郁症。怎么样，被当成精神病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凭什么让大家这么认为？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给你吃了点药。当你喝完那杯水之后，你是不是感到了头晕不舒服，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可怕的幻觉，连自己的孩子丢了都不知道？没错，只有这样我们的护士小姐才有机会替我们去挂号。其实我们什么号都没挂，你拿到的挂号单都是我们预先准备好的。接着就是保安出场，他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搅进来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有问题。那瓶药就是他放在你包里的。看来你真的是精神病患者。至于110为什么老打不通，你肯定觉得很奇怪，那是因为我们在你的电话里做了手脚。好了，所以110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你的电话。然后就是邢医生的出现，当然他也是我们的人，典型的抑郁幻想症。就这样，在所有人的眼里，你就成了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。然后等医院人都走光了再对我下手。
拿到钱再把我引到这个地方，设下陷阱让我坠楼身亡。而在别人眼里，大家会认为我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自己失足坠亡的。没错，我简直是个天才。无耻之徒。不不不不不，还有比无耻更加令你想不到的事情啊。因为整个计划还是出现了纰漏啊，就是那个小家伙，他不应该来的。本来我把小兔子的腿给掰断了。小兔子的腿是你掰断的？没错，本来我想小兔子的腿断了，他肯定会在家里看着小兔子，没想到他非要跟来。原本我们想先把他弄走的，没想到半路却杀出来个管粮，让他给抱走了。这样他正好帮了我们的忙，真是天意呀。但现在我只能送你们一块上路了。你这个畜生。再见。你笑什么？你真以为你拿得到钱吗？你要不查一下你们的账户，钱是不是已经被冻结了？没有我的解冻密码，打进去的钱在24小时内就会返还。你查一查，刚才那笔钱是不是被冻结了？是吗？你赶紧把我拉上去吧，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是怎么折断的？我就让你看看，把眼睛给我睁大了！我说，我说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耍花招，我就掰断他的手！我说，进，密码是。小心啊！Yeah!
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走了，你带孩子先躲起来，快走。你们还能再往哪儿跑？快把密码说出来，说出来我就放了你们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Cut!
死吧！拿梯子，用梯子砸他！警察会马上去抓捕嫌疑人。你看这个世界虽然有时候比较糟糕，但终究是邪不压正。小时候，爷爷常跟我提起一种动物，这种动物有两张脸，一张脸是可爱的，一张脸是凶残的。这种动物叫双面兽。我问爷爷这是什么动物啊？爷爷跟我说，你长大就懂了。现在我懂了，这动物就是人。是啊，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双面兽，不过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始终只有一张脸，一张永远真实的脸。譬如你，譬如我，还有我。对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孩子。关天那件事情发生后，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甚至绝望。但管良的真诚、善良与正直，让我的心又有了一些温暖的感觉。于是，我鼓起勇气，再一次用我的心灵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。我很高兴，结果是令人欣慰的。我们的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。
你醒了，猜哪只手？玩游戏啊，我想想啊，在这个，没有，你怎么会没有呢？该我了，该我了，在哪个手里啊？这个，在哪个手里啊？这个，在哪个手里啊？我来给你做个面膜好吗？不要！贴腿上，贴在腿上，贴在脸上。啊，你全都放我脚上了呀！大腿，再大腿，这个贴在胳膊上，小腿。哇，我的脚上全是黄瓜了，全部都是黄瓜是吧？啊，黄瓜面膜。看看你们俩。